各位朋友大家好，欢迎你来收看 Formosa 音乐厅，声声拢好听，为你带来好心情。台湾民间曲艺的发展经过了我来念歌咯，一种的这个念歌说唱讲故事的经过啦，也经过了吼，手拖着牛的啊话，要伊倒来金殿，这种比卡画手有歌有舞的歌舞小戏的磨练啦。民间艺人渐渐把这个音乐、唱造、舞蹈动作，甲着文学的剧本结合作伙，安尼佫经过这个落地哨的自我训练，就慢慢形成这个大戏啦。也就是用歌唱形式来演戏的这个歌戏，咱今仔日就要针对着。较接近你使用的一个歌调来做介绍和分享啊。歌戏所应用的这个曲调就两三百种之多啊，相当的多就对了。歌调伊的运用非常的自由佮活泼，首先呢。咱来介绍着歌戏中间使用率上介悬的，佮真有代表性的七二啊调，因为伊的歌词啦吼，每段有四句，每句有七二啦，吼，就安尼，互伊佮称作七二啊。剧情中间用来说明一般的这个事物的时阵，伊就用这个中板，吼，安那愤怒。吼，啊是讲非常欢喜的时阵，伊就用这个快板；啊那悲伤的时啦，伊就采用这个慢板。相信爱好歌戏的朋友拢知影，四平贵甲王宝钏这出戏。四平贵远征西凉避掠，和西凉公主选去做驸马。十八年后，当伊回到中原，要去会见伊苦守寒窑的原配王宝钏的时啊，四平贵就使用这个七二啊，唱出着新骑白马啦。即阵咱就做伙来欣赏由何桂华老师所演唱的这段新骑白马。
唱这个歌曲调，并不是像流行歌有固定的歌词和旋律。以这个七弦调做一个例来看，伊是一个基本的曲调架构。演唱者随着戏文歌词会无同款啦，顺着这个语言的声调，适当的调整这个旋律中间的音符。另外呢，使用这个七弦的时阵。这个字句中间常常加上一挂喜的字，也是情的词了。一方面是产生政府效应的这个效果啦，同时哦丰富了歌唱的韵味啊。通常嘛会甲最后一句的歌词重唱一摆，这叫做贴句，来产生一个强调主题，甲着圆满结束的一个功效。啊，讲到这种叙事性的这歌戏调啊，咱知影哆马调嘛是一个经常使用的曲调啦。这首源自厦门哆马吉戏团，原本叫做接南仔调，的这个哆马调，因为伊的旋律优雅，佮会当充分表现到这个戏剧内底效果啦。慢慢就成做演员爱唱的叙述调了。后来这个曲调普遍受到民众的这个欢迎了，就比添上这个固定的歌词，出现在这个流行歌的市场。山路无等啊，花长红。为着保证伊一个人，虚情假爱的怨恨重。五阮的青春啊，出如簪。过去，咱伫咧谈论江湖调，这是这个曲调，伫咧念歌的时期，和大家提来应用，一直流传到当今，就是经济歌戏的时阵啦。甚至甲着这哆马调同款，也被人添上固定的歌词。请到这个歌星录制唱片，在这个流行的市场来出版来行销啊！刷来去来欣赏一首江湖调《劝世歌》。搁着端正，好死老爸啊，人啊老命的，讲到当今无，的世间里，宁为失望啊，人啊为啊在世，想尽做人搁着海海，四种好气生何来啊？
世人是最好待，打拼的人会我知啊。欢迎继续来收看《Formosa 音乐厅》，声声都好听，为你带来好心情。今日和大家来分享的，就是来唱歌戏调啊。你心情欢喜、快乐的场景，演员往往会使用十二长调、两线调、等等这曲调。近代以来，常常无人使用这个状元楼。这首曲调原声是由詹宗映老师在1966年为电影《这个抓美人》所写。被引进这个歌戏以后，一开始大家是用在这个状元及第的剧情内底。所以才给它称作状元楼，也是庆歌中啦。因为旋律轻松闹热，后来就用在各种欢乐的这个场合。当然啦，咱嘛会当使用在这个娶新娘的宴会头顶啊。后生咧娶无日子，阿爸阿母上欢喜，酒菜丰盛咧免客气，亲戚朋友笑眯眯。细汉的时，我爱去看这个歌戏，发现然后这个士兵要去通风报信逃亡，也是要去通报紧急的代志的时阵，需要快速赶路这个时阵呐，演员就会在这个戏台头顶一方面射这个玲珑啦，那射那射，一方面就唱这个金贴啊，就是赶路调了，哦。我这速度就比较紧了哦。紧来走啊，咿呀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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咿，咿呀咿咿咿咿咿咿，众心忙碌紧来去呀咿，唔通路中唔通路中小烟蒂。咱台湾歌戏的这个唱曲，虽然是属于一种曲牌体，但是真济这个乐师演员，拢会晓个整合应用各种的这个曲调。亲像有一段，当这个书生惜别父母，赶路要上京去赴考的这个情景，演唱者伊就加这个哆马调。加上赶路调的气味啦，啊，变作一个哆马走路调。
歌调伊的运用应有尽有啦，男女小酒关公游赏的场景，会使用到这个流线调，当当当当哒啦啦哒哒哒哒哒，啊啦感叹也是讲思念的时阵，会应用双梅诗根啦。滴啦哩哩哆哩哆滴啦哆哆啦哆，啊是这个双色调、梦乡调，也是潮州调啦。一件啊，思满伊春啊天时，花开花落满天枝，哎哟喂！哎，啊那激动愤慨的时，将这个串调啊，也是讲快板的七二调，啊那分起啊，请起来的时阵，就用这个馒头啦。哎，啊那迄个鬼魂出现的时阵，唱这个音调啊，哦，啊那要书写批信，哦，也用这个流苏调啦。啊那这个相书你讲算命的时阵，用这个八卦调。就要将当啊有三句哦，哒哒哒哒哒哒。哎，啊那乞食，你兴乞的时阵，运用乞食调啦。啊！那吟唱这个诗词的时阵，用吟诗调。男儿立志出乡关，下着不幸啊，西不完。在这个歌词里面上最有特色的也很有代表性的地方，就是它的口条。口条的种类非常的丰富，有七字口、白水仙、金水仙、破腰条、多马口、探烟花，也有冠上地名代表各地会无同款特色的宜兰口、艋舺口、啊彰化口、甲台南口等等啦。佮有根据这个剧情，鼻听的程度会无同款，采用大口、小口、正口、甲倒口等等，甚至随着时代的演进，歌戏在这个戒严、白色恐怖的时代，渐渐失去舞台上演出的机会。歌戏大约在1954年、1955年这个中间呢，开始兴起了广播形式来个出现。尾后有声无影的广播歌戏团，为着要加强伊的可听性，也不断吸收着当时流行伫民间的歌曲，就安尼，歌戏的口调啊，佫增加一首三声无奈。一心